来，这个是今天的 welcoming drink，请品尝。口感还不错呢。还不错啊，这个。这是今天的开胃小前菜，请品尝。哇塞，有紫菜，对，有黑米，没黑米。那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特好吃，是不是好吃吗？脆脆的，肯定里面有米噻，糙米吗？胚芽米。哦，腌萝卜吗？甜菜根，刚刚那个就是甜菜根的汁儿。做的这个，不是那个汁儿。春日夜晚的小区烤豆腐局。OK，这个是甜菜跟紫菜拌饭，这个是春芽拌饭，这个是不辣的蘸水，这个是稍微辣一点的蘸水。臭豆腐、玉米，然后那里面是包浆豆腐。这个春芽拌饭太好吃了，好香啊！Cheers。我也来吃口饭去。这个春芽拌饭特别好吃，你更喜欢吃哪个吗？两个我都喜欢。这是我今天的新发明，甜菜跟紫菜。我还挺喜欢甜菜根味道的，有一股微甜和大地的泥土气息。颜色很好看。果然准备了米饭是明智的。我本来是想捏成饭团的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包它的东西。小区野餐。这是我发酵的不同程度的豆腐，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实验。好，小心哈。这个是我发酵的臭豆腐，还挺臭的，也算是实验吧，看看成没成。看上去还可以。好，剩下交给时间。我们今晚的第一条豆腐烤好了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好吃啊，比上次要爆浆点儿啊。里面的浆很多。有好多姜，看一下，哎，不错，很成功的嘛，好吃好吃，你看爆浆豆腐盖饭，你要演示一下咋吃，然后打瓢蘸水。就是一滴点儿一滴点儿给它点一下就行了，对。
然后挖一点粉，一抠，对头。嗯，好好吃啊！这边臭豆腐应该也快好了，臭豆腐应该烤好了。对，第一次解锁这个自己发酵的臭豆腐，来评价一下，臭不臭？烫吗？嗯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，微臭，有股清清的臭味。嗯。嗯，我屋头还有很多节气卧起在，就还在发酵，到时候就时间越久它越臭，我还是有点想吃那种很臭的。对，这个是微臭。嗯，这个适合我爱吃臭豆腐的人吃。嗯，没有比较好接受，好入口。对，成功成功，今天太成功了，哎，开心。看。